可爱呀、啊！哎呀，什么都闭嘴啊！嘿嘿，交易所最帅的，全部都是 Boy，背包怎么买？取消订货，背包嘞？哎 呀、欸，大蛋，我不是有跟你说过要怎么卖装备吗？那、啊、为什么还有爆满的现象？气死！这个也开启背包了哦，没得讲啊，增加背包空间，哦，增加，不然就讲勇者背包。这个就可以让你增加背包空间了，增加背包空间。其实我个人觉得蛮重要的，因为其实我以前玩游戏的时候也蛮重视背包的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啊？对啊，可能你们会觉得很小的东西，那对我来说，我可能会把它纳入重点哦。今天入行鸟嘛，修够注意啊吧，呀哈哈，当做做起在讲了有没有？加一首看一下，好了，也只有先这样子了。这有多入行鸟？哎、欸、啊，那个。怎么没有聊天啊？对啊，奇怪，这府怎么这么安静？好像好灵 key 吧？这府怎么这么安静啊？气死我了！这府的玩家怎么都这样？